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part of the life here. 北京是在整个华北平原的中心区域。今天我刚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北京。 I think Beijing has a lot of music culture. For those reasons, I think Beijing is a fantastic place for musicians. The young people are taking ground in this great capital. I can see them create unique sounds. 今年是28岁。北京，北京，北京，China，在北京。 我叫刘波阳，我是一个天文摄影师，然后我现在也参与在北大发起的成长型通用光学望远镜 EAST 的筹备当中。在业余天文界，我是国内第一个用光学跟踪的方式拍到中恒星的。今天拍的就是这个双天舟的目前为止最大构型，天舟五号。 重新对接回昆仑站之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新构型，目前这个构型会一直保持到下一个天舟之前，然后天舟五号才会再撤离，然后所以这几个月都能拍同一个构型，只不过就是我们想赶在这一次的就是第一轮过境的这个一个礼拜之内，就尽可能早的。 中国空间上了，必须逼着自己干什么？真的是加班加点。我从3月18号才开始写第一行代码，但是我3月底的时候，我就基本拿到了一个基本能够进行空间跟踪的一个程序雏形。当时开发真的就是在这个客厅里面，每天就是通宵一整晚。这个程序这个版本只用了3天时间，那个之后到现在一直还在继续打磨程序。 目前就爱好者级的望远镜，我们已经把这个差距拉平了。原来是人家有自动跟踪软件，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国内不只有我这一套，现在包括我的这个软件在内，在运行的软件至少就有4套都是自己开发的。就感觉很多时候，就如果一个东西你指望别人给你提供的话，就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黑盒子啊，就是。 黑箱，人家给你啥就是啥啊！就是予取予求。那只有当我们把这黑箱打开，搞明白这黑箱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里边有哪些齿轮在运作，才能打破这种一个人家垄断，人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样的局面。还没确认星图，40.62757。那今天的这个空间站呢，是双天舟的空间站，它是目前为止的最大构型。之前的最大构型呢？ 是双神舟，啊，就整个空间建成了，然后有2个神舟上去，双神舟的构型。这次其中一个神舟返回了，漂泊在外的天舟五号又对回来了，现在构成一个双天舟构型。由于天舟飞船本身比神舟飞船要稍微粗壮了一点，所以现在成为了新的史上最大的构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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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跟上它，跟上它，来，到了吗？ 哇，好亮，好亮！我跟上，我跟上，到了，好了，跟踪结束。我觉得行，我觉得行，应该不没，包括那个天河翼的上面的阴影。 那这次我们拍摄的也是我所拍摄到的这个新的最大构型里面，可以说最清楚的一次。最近最主要就是两个，一个自己的小天文台和一个大家的大天文台，在视宁度好的地方，就是大气稳定的地方，高海拔台址找地方去建天文台。这个是用小口径望远镜可以实现更好的观测效果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对吧？先把目前这一步，先把小望远镜的性能极限给它发挥出来。我继续参与大望远镜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就会认识更多的我们国内的这种工程大佬，可能就可以跟他们讨教一下这个自适应光学。
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哎，然后怎么把这个技术下放到我们小望远镜也能用，可能到时候我们也能用上我们国产的自己的自身望远技术，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拍出自己的高清的特别高清的空间站。这可以说不仅是我的愿望，也是所有人的愿望。